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的？9月开到去年的九月，去年的九月，哎、欸，不，前年的九月，他们是 YouTube 的那种。你好。他们想要来台湾，开台湾有什么好吃？对，我都是介绍那个台湾美食，然后喝的地方、吃的地方的。然后一般日本人，我们是日本人，然后我们常常吃的东西都是小笼包。所以我想介绍比较那个当地的朋友们去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喜欢喝啤酒，所以谢谢，谢谢。在哪里？日本。这个可以吗？太酸。なんか緑茶みたいな。どうぞ。どうぞ。なんか日本っぽいね。ここでしょ。これやばいよ。BB。ここのラオパンあれだわ。この前東京で会ったわ。うん、静岡の。比较有趣，它是一个大概就是一个，你可以像是一个杯子一样。美味しいじゃん。これも僕が好きなポッピーの感じ。